下一位是肖威。好，肖威的那个国家保障也是上一次春季的那个 grant 的获奖者。好，大家好，不好意思，我是肖威，那个，所以我是国家保障这个发起人之一哦。然后，什么是国家保障？国家保障就是我们一群在海外台湾人，然后就是想要收集一些，比如说在美国，然后对台湾所做的一些历史记录之类的，比如说薪资报告。然后，所以不止在美国，美国的 DC 档案局有大概有数千万笔关于台湾的史料。然后就是，然后在联合国纽约的档案局也有很多史料。然后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去号召一些志工，然后把他们这些史料挖出来。所以主要流程大概就是像这样啊，我们就是第一步就是先找到说哪些地方有藏有很多相关于台湾的史料，然后建构目录。然后第二步就是号召志工，就是在海外台湾人，不管在 DC 还是纽约，然后有空的话就来参加我们的寻宝团。然后我们也开发了一个志工 APP， 所以大家就下载这 APP， 然后到现场打开之后就会收到任务发派，然后发派完任务之后就去要这个资料，然后就开始进行现场翻拍。然后第三步就是翻拍之后，这个 APP 就会自动上传到我们的资料库，然后在上面直接做所谓的文字化、标签化，就做一些初步的整理。然后第四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这些史料，数万笔、数十万笔之后，结果呢，结果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志工来帮忙。第一步是除错，第二步是帮忙做更精准的翻译，第三步就是去消化这些史料，然后看有没有很劲爆的东西出现。所以大致上是这样。然后因为我们是在 Grant 已经做了六个月。所以这是初步的成果，调过去，也都，所以就是反正我们就是已经上线了哈，然后就大家可以到 nationaltreasure.tw， 然后上面就可以，然后我想要看一下，不好使用，不然我用这一台好了。不好意思，没有设定好。不好意思，我每次报告都会遇到这种问题，所以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好，没关系，就上，好，对，好，谢谢肖威，那请拿那个坑主。